你女儿身上都是跳蚤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她身上被咬了好几个包起来，然后晚上睡觉就在那，后背四个包，然后大腿上面好像也有四五个。这小老鼠身上都有跳蚤？那你也有跳蚤吧？就大腿这一块。哎呦哎呦！他就一使劲的挠，使劲的挠这里，然后屁股上面有四个小点，后背也有，但是后背还好一点，没那么夸张。妈耶！还有被咬吗？其他地方我没看到，屁股上也有，但屁股不方便展示哈。长到这种地方就这样子，天花板还天天老鼠打架了。我看他咬了几口呢。我昨天把那些玩偶全洗了，然后今天就把被套全部撤了，全部洗。我看他被咬，我自己都痒痒，我哪里都挠。心理作用，就是嘛。难道是那天你们走了门没关？没关。我回头第二天我看了，哎呦，完蛋！每天你们出去我都会看一眼，结果那天没看，要不然怎么会把你咬成这样呢？还是你比较甜呢？有可能哦，叫甜甜比较甜。妈妈，看我画的漂亮不？我画的漂亮不？还行。好了。今天中午要做咸米饭，过来砍点芥菜。哪一颗啊？这颗啊，一整个砍下去，就挑粗的砍。今天我公公腿不是很好，然后呢，我给他做个咸米饭，然后还炖了一道鸭汤。咱把叶子摘下做饭，赶着黑草砍。往年的菜还是没这么粗哈。是啊，这几根长得很。切菜啊。好吧，再切点五花。贝贝走，我就怕他们俩玩得好好的，一会儿又叭叭叭又打起来了。配菜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。哦，妈妈在做饭。我烧得起来吗？可以啊，行啊，是吧？嗯，我这饭滚灭了，赶紧下来看一下。那道不过你煮了一锅最好的。那道别。我就想小大冰王那个道怎么煮的，怎么那么好吃？妈妈，你做的好好吃。那你要多吃一碗哦。好嘞。哎，我也要多吃一碗哦。可以啊，咱们一人吃两碗好不好？婆婆就得你这样的哦，一个劲的磕，好吃吗？简单的磕一起，没事，有汤没事，淡了一点点。这个我只咸饭，吃咸饭。啊，刚才搞的没吃好料啊？我你搞搞啥汤？我不要我请你哦。来，我这阿成领进去了。我不知道。看吧。这个美美的。辣的。真的很好吃。我得拿做奖本夹你玩哈。哎，你炒的麦子奖本，我看这纸还没了哈。奶奶这个脚这两天也是走不了路。爷爷传染给阿太的吗？不是。会不会传染的？不是，还有嘞。娘。
尝一下。看来可以，他把碗都给糊起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给你舀一碗好吗？好嘞，小爸爸。阿成，来两盘好吗？阿成，好，你要出来是吗？要不我给你舀了。现在也不行，啊，烫着啊，我烫太没。小奶奶，这种造型，现在漂亮漂亮了，嗯，对，很漂亮。哎呀，然后妈妈我，那确实很漂亮，所以说你是好婆婆呀。我很好养，奶奶不好养，怎么这么胖了？那你不能这么说呀，那叫奶奶不挑食。不挑食，贪吃。不叫贪吃，奶奶奶奶那个叫做养出健康的身体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快吃饭来，宝贝。说他吃吗，宝宝？太久，不这么点。我爷爷不吃啊。是不是太硬了，还是？他是不知道，我也觉得很好吃，我都吃得光光的。快点吃阿门了，小蛋的。不然他这样过好处，主要他就是可见，他看见不明，阿门可见。奶奶说她以前吃的超康，吃的最肥。不聊你家，俺不跟你讲，俺一种家。以后我们要这样，你就自己煮。我自己煮。你们要自己家。凑合着吃呗。我煮啥，你们跟着吃啥。他应该不错。不过大家也要记住。我拿电视。啊，你怎么拿电视？哦，你拿这电视哦，什么意思？啊，那个，但是分家和人家是哦，两个卫生间。哦，啊，我爸阿个喜欢拎煤了哦，阿个温水我爸阿身体松了，阿你拿这个意思？对，你好，你讲好了。讲阿个讲好。现在阿么做的？我发现我的这里是。我妈有一个跟你说啥，我也没听，说我的脑子好像被夸了，奶奶，妹妹，好吧，看一下，俺回去了，看一下，我死，俺就还得给钱哈，嗯，哎，算了，只是讲不得，反正俺没个自觉哈，稳住。